联合总统是在今天上午在总统府的会客室中，推荐正在我国访问的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塞蒙德夫妇跟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斯考特夫妇。塞蒙德参议员夫妇和斯考特夫妇今天是由美国驻华大使安克志和外交部次长蔡维平陪同去觐见联合总统的。联合总统在接见这两位美国参议院中颇具影响力的参议员的时候，曾就两国有关的共同问题交换了意见。